中国大陆投入之后，因为呢它的量体很大，它会把一个地方一个领域的东西怎样打成白菜价啦，所以呢你这个晶片卡你现在是能够卡没错，但是反而让它皮球齁压紧的反弹力道更强了。难怪很多大陆专家就说，我们啊国产的这些光刻机，国产的晶片才会迎来更大的一个春天嘛齁。所以的确如此，来看到齁，盛美董事长王辉就说齁，日本你的限制就会促进中国半导体的设备产业加速的发展，所以现在还要谢谢你日本啊。好，那再看到中国大陆崛起齁，尤其来看到的是太空空战也是如此，这边啊其实是神舟系列的飞船，你看这么多，从神舟一号到现在哈，要来26号，它每一次任务，下一张你会看得更加的清楚，来看看，因为它每一次可以都是说是一个跨时代的，因为美国当年是围堵大陆，就搞了半天，大陆自己造好空间站，然后把自己的太空人送上太空去。好，来看到哈，神舟一号当年的时候，1999年呐、啊，那个时候发射，你看一号、二号啦哈，然后呢，杨伟立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太空人啦哈，然后到神舟七号的时候，金海鹏，这次大家也说金海鹏会不会呢四次出任务呢？好，再来神舟九号有刘洋啊，神舟十号第一次太空授课啦，以及来看到11号哈，也有呢这个长期的驻留等等的。另外来看到哈，神舟14号、神舟15号，接着呢，你看六个人一起合体，那接着就是神舟16号即将要再发射，这实现第二次的太空会师的这样的场景。这讲起来24年了、啊，不算是很长的时间，很短呢、欸，很短。从一个一无所有啊，到现在独霸太空啊、嗯，这个是很令人惊讶的一个。当初多受屈辱啊。想不让你进去，我想派一个太空人参加你的太空计划，被美国拒绝，拒之门外。你不配玩这个游戏啊，对，你也没有钱玩这个游戏啊，你也没有必要玩这个游戏啊。嗯，中国大陆受这个刺激，你看，他用两弹、啊，从当年两弹一星的基础来发展太空，我两弹一星就要火箭马达，所以你看他啊，刚好碰到美国的 NASA 又不景气。射了几次阿波罗都爆炸，没错，就没有人投资了。那中国大陆现在在天上建太空站，它不见得建太空站，它建一个非常大的太空站，三个太空站结合在一起，三舱体，太空人在里面还有健身房呢、哎，很棒啊、哦，那边，而且送来的太空餐呢、啊，还，70公斤的水果才刚送上去嘞，对呀、啊，它菜色还很多不一样，对呀、啊，所以就是说这个问题倒是小事。问题在哪里呢？它这个太空三个舱啊，你全世界各国要研究太空的人员都要来了，要学中文哦。这边的实验室给你准备好了吗？最新的，因为太空都是很多实验室要在那边做的，在无重力状况之下，植物怎么生长，动物什么反应，还有药品怎么样制造，这个就是中国开了一个 7-11 在天上啊。你要来可以啊，跟我申请啊，有的人我不准你来啊，我听说不是拒绝了某些人吗？哎呀，那个某些人好像是他们的科研计划哦，好像也没有符合标准吧？不，这此一时也彼一时，对呀、啊，令人很感慨、啊，很感慨了。所以你当你觉得你逼着一个人发奋的时候，嗯，他的潜力你很难讲。对啊，所以这个又是要谢谢美国打，不然的话，中国怎么会想说我自己来搞一个太空站？对，我参加你国际空间站就好了、啊。对啊，你如果开放国际空间站，中国大陆不会投资，不会自己投资这样子吗？人都是逼出来的，嗯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中国有些古的谚语啊，富不过三代，穷不过一世。哦，是我就穷嘛，我这一辈子我的儿女啊，我自己就拼命。嗯，所以你逼着人家拼命呢、啊。跟你在享受逸乐的人是不可同日。对，所以24年就已经达到了赶超美国了，已经跟你可以并驾齐驱了。好，那这个太空站的部分是如此，那这个飞机的部分也是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崛起哈。最近来看到5月28号 C919商业首航，好，这是 MU9191 上海虹桥到北京首都啊。然后呢，来看到这个计划是2小时25分钟，5月28号就要商业首航了。他们的总经理的亮明他就说，2023年3月签署了5架 C919 客机采购的协定，首架 C919 已经在2022年年底交付给公司了。然后呢，上海邮政也发布中国东方航空全球首架 C919 飞机的首航纪念的宣传邮戳，在这个地方。民航局啊，一直是中国大陆的短板，嗯，一直受到法国、美国的宰制。你不管
波音的啊，空巴的。对呀、啊啊。那除了飞机的技术还可以克服，制造的技术可以慢慢克服，因为在这个空巴的协助之下，它发展很快。对。但是它还是被卡脖子。你要飞国际航线是宽体机、嗯，要飞长程的，你拿不到人家的试航程，试航的航程、给你进来，对，你也弄不起来。对，但是它是靠什么呢？我中程的飞机，就是中国大陆内部嘛，它也跨了好几个时区，对呀、啊，那么大的距离，它当然有内需很大嘛。中国大陆每年都需要几千架的这个飞机进来啊，它台换的嘛。这个市场很大，内需很大，内需很大，所以他在演了一场，跟美国玩这个，我不要你的787，搞得美国波音公司很惨了，快破产了，对不对？也拉拢了空巴，拉拢空巴，我 C919的所有技术问题，空巴的可以帮我解决。对，那这里面，空巴可以掌握你的宽体机的这个市场，但是国内市场呢，就要让出来给 C919，但是只有919呢，可以满足大陆的内需，这个需求量也是很大。是啊，这个需求量足以去养这一家公司，在不断的推进、所以起步虽然晚了，前程是看好。哦，因为它有需求嘛，人都是这样的，你有需求就会投资嘛。那技术上问题有人帮助的话，就可以克服嘛。对，现在唯一克服不了的就是国际航线的，对，航行权是。对不对？人家因为美国一定卡死死的，对他，你逼着你要绕路的话，划不来。对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不管怎么样哈，中国大陆现在哈，不管是什么，从太空啊，24年就是搞上去了。另外还有包括了大飞机的这一块呢，现在也看起来哦，怎么样？我们先求有好，再求好嘛。接着呢，哈，慢慢哈，大家科研能力也起来之后呢，会逐步的再往前迈进。